好，这位观众，小英总统呢，稍早的时候才刚来到这个台北宾馆追思会的一个现场哦。而事实上呢，他今天来到这边啊，算是第二度的造访，而且呢，他是有个特别的任务的。因为呢，就在稍早的时候，其实小英总统才刚去了宜兰的东澳雷达站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呢，蔡孟中党沈应明原本要去慰劳的这些弟兄们，而没想到在中途的时候，却因此呢而发生了这个事故。而总统啊，为了要帮他完成最后一里路，因此特别。也呢到了那个雷达站来慰劳这些弟兄，而这些弟兄呢知道这件消息，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舍，特别呢写了很多的这个字条，希望呢可以托给总统来带到现场，贴在这个参谋总长的一个留言板上面。而在稍早的时候呢，小英总统也一一的都把它给贴了上去。我们听一下稍早对话。我们一起去了东澳岭的雷达站啊、去走完沈总长原来要走的行程啊，那么同时也去慰问在那里工作的我们的士官兵啊，那表达我们慰问鼓励的之意啊，那官兵也都非常的怀念跟思念沈总长，所以我一方面告诉他们说。怀念总长最好的方式就是坚守岗位保卫国家。好，小英总统呢事实上是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左右来替沈应明走完最后的一里路，是秘密的搭车造访了这个雷达站哦。事实上，这个雷达站的弟兄啊，写了纸条，大概呢是有40几张啊，全部呢现在都贴在了这个北滨的追思会的现场，就是呢希望总长以及其他的7位将士都可以一路好走。